我是 Leo， 今天我要去澎湖看花火节的活动。那今年是从4月20日到6月29日有烟火的表演，那刚好是迪士尼100周年的纪念，所以会有无人机秀的表演。耶、yeah.。我觉得有花火节还蛮好的，就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，就大家都会想来看烟火。花火比较热门啊，然后后来7月8月就暑假，可是今年7、8月应该不好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国外不是近2年了嘛？对哦，大家都想要去国外。对，感觉我查像往年那个7月8月那边的订单，差不多在4月中就排满了。哇，今年不一样。寄居蟹之家民宿，耶、yeah ！哇，很棒！耶、yeah ！哇，超级美！哇！澎湖小卷面馆听说很厉害，那我们现在进去吃吃看。一整只小卷，然后还有新鲜的虾子。耶、yeah, ！我现在在澎湖水族馆。
仙人掌，听说也是非常有名的店，好多人。调味的酱，谢谢。谢谢。两只。OK， 不是硬的，它是软的，但是它吃起来是有那个口感的。你说的是发生的哪？酸酸的。的话，那个咬不动。全素的。二坎聚落，这边有一家很有名的炭烤，叫做夏日炭烤，超级多人。这是我的高中同学阿宝，师范系，就是在那个造桥。480元吃到饱，我以为是单点，对，可以吃两个半小时，超棒。很鲜吗？挑两张，挑很鲜，很新鲜。哎，这多少钱？2400。我阿姨原价才1500。有打折，我跟你们说多少？1200。哇，好便宜啊！你看澎湖多暴利。他敢说花帮你盖？很好喝。对啊。耶，吃完了，非常棒。